我吼进前甲迄客户安哦，有交董事长啦，啊，不过伊连看都无看，就直接讲袂用。遐尼好的一大片土地呢，有山有水，啊，外市区遐尼近，是安怎袂当听到？所以我嘛唔知影要安怎甲恁解释啊，啊，惊恁唔相信。啊，我刷落来，我要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是真的。哦，不要紧啦，你讲。好啦，我跟你讲啊，迄真正的原因就是，特别哦，那动工会死人。阿卡，卡哈，我认为不是的，因为特别动工就发生公安事件，我记头一遍哦，是开怪手的工人叫石头公司，第二遍。是几台怪手去弄山，第三遍是工人抱在坑内面去活的，甚至连工头的处理拢一直发生意外。咱算算的哦，还未真正动工，都已经死十几个人了。有到最后，根本就无人敢接这个工程，就算出国较关键，嘛无人愿意来做。我老公哦，有请人去看过。嘛问过在地士大啦，伊拢讲哦，这个土地袂当顶动，因为煞去伤重，想去动工，想就会死。所以，阮老公哦，当初才会当用这么低价小买落来。啊，不过就是因为安尼，买落来袂当顶动，所以伊只好死心无去处理啊。毕竟，了解着准度煞，若是害死人哦，迄就是造孽。有遐尼恐怖啊！在个遐尼大汉，毋捌听过这款的代志。我后尾来去挖一个石头，倒去厝内底看卖，是不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？点点啦，免来话别乱讲话。这土地煞起这么重哦，我请人处理一下是无用的。我有实在一个真厉害的老师，看是不是还请伊来处理啊？我们爸妈找过真有名风水师来看过啊啦，啊，大家拢讲无法度，讲遐煞起伤重，上好是卖顶重。既然恁恁请这么多人来看过啊，啊不如哦，我请我实在迄个来给恁看卖者，万不哩呢？我若请到一个会当破解的风水师，哎，安尼咱不是会当发财啊？好啦，那呢就麻烦江总裁啊，凡是你面找到的，会当找到更加厉害的风水师啊。我呢，我已经够闲啦。我迄老师吼，要哪讲，我才跟你联络啊。好，万叔拜托。好好好。恳请将票下火速为通传，不分是一刻，号令出群三。真正要做法师哦，我敢有看唔到，遐尼啊厉害！叫这诸天诸地父，统领为上诸藩军，一一献魂民，去！
原来真正有蛇妖，还佫遐大妖怪，厉害，真正足厉害。若是我找资料无唔对，出代志的所在，拢伫这个方位。敢剩一尾蛇妖，无收掉就白了工啊！到底是谁在这个时阵走来？来让看到我的做法，我真是兴奋，就别空的危险啊！喂，刚才像师傅已经开始做完了，刚才没带来哦。吴金姐。文天杰，你哪里来啊？来来来，嘿！一往情深呀，那道难孤城。以后有所记录，分享当奉请。杀！平均早来早去要创啥？甲陈忠信遐人都识识，伊应该是无看到我的做法啦。伊若甲讲出去，啊以后我们就麻烦啦。吴金姐，歹势，阮爸有交代，阿师傅做法时阵咪伊想我，我袂灵啦。啊，总裁无得来啊！阮爸身体无爽快，先转去，叫我来遮顾。原来是安尼啊！是讲这师傅无介意看到前面人。系啊，啊，不过无法度啊，这就需要人来顾，就叫我来啊。阮爸有请师傅较通融的，莫想我就好啊。好啦，我就是讲吼，啊，总裁一个人来，需要人斗三工啦。既然你伫个，咱就无需要挂。文姐，你先转去啊。那无好师傅知影有人伫个边啊，等你上去，阮爸就歹交代。好，我先来走哈。啊，有啥代志联络我。哦，好的。唔知阿爸做下做啥物程度啊？进来看卖。你做了真好，爸爸在办公室等你。我讲哦，这件代志你千万唔通我白讲出去。哦，那洪仔啊，我遐代志哦，一堆人啊问东问西的，迄加麻烦的。我听人讲过哦，人家出名，天家肥，做啥物代志哦，较低调的。哦，我知，去吧。李老师讲，你遐尔厉害，环宇集团敢是你用你的法术做起来？我跟你讲嘛，哎呀，我若真正这么搞，头一件做的法术哦，就是把你卖这么白目，我这么头疼。我这不是白目，我是反应紧啊，跟你有默契。你想看卖，那无你早就给那王英金看破你的脚手啊。伊阁甲苏晴天阿妈熟识呢，到时阵你若死个讲，你唔麻烦。唔对啦，今仔这个代志确实哦，家财有你啊，替我安好。麻烦文金知影，真正就是加麻烦呢。你嘛知影，地党哦对做风水真有意见，亲像阁对你阿公啊，滴滴。既然咱要甲因做生意，就要避免哦，迄无必要的是非。
什么代志啊？咱点点啊做就好。爸，你的意思是你愿意看我？你莫讲得很紧啦，我无和你学是有原因的啦。啊，是有啥物原因？你遐尔厉害，无要通我是要通啥物人？我老实讲，做生意我就真正无兴趣啦。你教我教我一点认真学，做你哦架杠的团人啦。我刚才讲我若学会晓哦，风水就给用落，做啥物生意钱家己就会走来啊。你看无想，阴阳法师既然这么厉害，像咱风水师拢无大富大贵，拢在替别人斗三工，无替家己做。对吼，为什么安尼啊？因为这毕竟吼是泄露天机，扰乱天道，所以吼带有天命的人，拢是袂当吼替家己做遐个法事的，敢若会当吼替别人做，甲迄个团有福的人，也是有缘的人，确实讲吼，因有私心替家己做，就亲像我。命中带破，我的脑瘤就是安尼来的，所以我这么多年来，拢无同法师，脑瘤就无法做。啊，不过今仔开单，唔知算下来出什么问题，知影会付出什么代价，我才唔敢教你。哎呀，不管什么代价，我都无咧惊啊！规日人哦，拢会生老病死啊！你看不当诶，啊，什么拢会晓，结果咧，不是邪诶，就是中风啊！为着人拢有可能会破病，我甘愿是学晓这法术才来破病，唔才有结当。迄囡仔人，我讲了真紧，你若破病啊，就知影健康的重要。爸，你是惊啥？你还给我转身术？你若真正破病，身体袂堪治，转身术该用嘞，你就得当重心啦。到时阵哦，想要加烟斗偌侪，你拢会用嘞。爸，遐尔厉害，你就教我加啦。哎，你想看卖哦？哦，咱爸仔囝会当互相安抚，到时阵哦，做伙转身，安尼唔才有伴。爸爸需要你的小弟，辛苦边真正需要你来甲我斗相共嘞。爸，安尼你是愿意收我做你的徒弟啊？这种代志对我是一个禁忌，袂使胡白乱讲的。你若会当保守秘密，我才考虑来教你。爸，我保证，我绝对袂讲出，不管是阿嬷、大威、阿公妈，我都袂讲。啊、你是同意哦，多谢哎，不是吧？多谢师父，请收徒弟三百。哎，那这简单，啊，起单，剁鸡头，恁家伙就毒蛇，就参违背师门，这万劫不复，安尼才会当算讲是拜师啊。好，我来去买鸡。等者，该讲生肖的啦。刚好就好啊啦！哎呀，手都错嘞，免啦。哦，遐尔认真的代志，你讲生笑你，多谢爸。